就是姐姐看一看这边来一二三。交头都不想换了，我已经累死了。一天拍三场，我搞不动了。从几点开始拍啊？从上午出来，11点钟开始拍，拍到现在，你说呢？好，就这样。太卷了，我说。拍个颜色一点点的。我都不敢摸。看我。手不用拉那么低，好，看见我还怎么来，对，Thank you.